那位同学，不上课不要站在这儿。背后。先是活动。这位同学，遇到危险才开始吹哨救人，你现在吹什么哨？老师，他不会游泳，我之前还救过他，防患于未然嘛，防患于未然。他下水了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注意点啊。救生员，如果遇到危险了怎么办？哦，你们不归我管，我只管他。那我们该找谁呀？对面的两个，看到了吗？别动，退后退后。下侧有明显压痛，我怀疑是急性阑尾炎，得赶紧送医院。去叫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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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快来！尽快来！我已经打电话了，救护车30分钟送我他回来。你们现在高峰期啊！30分钟来不及啊！走！哎，小心！小心！一二，走！哎，等一下，你先把衣服换了，要不我找人。对对对对，走走走！快快走走走！你们先走，现在是高峰期，我去取车，以防万一。你们安心上课，我会照顾好林林。嗯。师傅，能绕路吗？这时候走哪儿都堵。交给我，我去协调。
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朋友生病了，着急去医院，麻烦帮我挪一下车可以吗？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朋友生病了，着急去医院，帮我挪一下车，谢谢。师傅，我朋友着急去医院，生病了，麻烦帮我挪一下车。师傅，我朋友着急去医院，麻烦帮我挪一下车，记得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朋友生病了，着急去医院，麻烦帮我挪一下车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朋友生病了，着急去医院，麻烦帮我挪一下车，记得。师傅，还有多久能到？倒是不远了，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。师傅，我们现在就下车。林林，慢点啊。你人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，刚刚是你们自己冲出来的。真是，哎呦！没事吧？林林，没事吧？哎，你人想走啊你？不好意思啊，有什么事跟我来，快走。你谁呀？没事，我来解决。